正常吗？声音应该外放的，真的是。外放的，这个是。怎么整的，家人们？咋整呀？要快到点儿了，咱这个声卡还是怎么不知道怎么回事哎。能听见，不是听见的问题，是他那个音效是音乐是外放的。不知道啊，今天抖音系统又升级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研究。现在45，好的。现在呢，你们能听到吗？我知道，宝子，我这个不知道是声卡的连接还是怎么回事，现在连不上音乐了，不知道。现在像音。